本视频由未来车原创制作。受到我国的二胎政策放开的影响，大容量的车子也更加受到人们的欢迎。毕竟以后人们在出行方面需要车子承载更多的人，这样才能满足家庭的需要。购买七座的车也渐渐成为了时尚，毕竟装载量巨大，而且车身看起来比较厚重大气，即使空间用不到那么多，开出去这么辆大车子也是比较有面子的。市面上的七座还是比较少的，但是轴距超过3米的才能算是比较好用的七座车。您可能领航员这辆车才是真的大气，3.5米的车身，3.1米的轴距，这样的车开出去路虎也得怕，它简直就是路霸。单面积的前格栅搭配双杠式的前大灯以及夸张的保险杠，让这辆车看上去非常的有气势。贯穿式的尾灯也非常符合林肯的特点，超大的漩涡式轮毂让它更加霸气，而内部才是这辆车的亮点所在。刚一打开车门，自动踏板就已经弹起，内饰的豪华加上独特的上车方式，让人不得不内心颤动。高级的设备，宽敞的座位，绝对称得上是顶级富豪的享受。中央的扶手箱也是凸显了使用者的地位，和第一排同样宽大的第二三排，让人感觉这老款贵点也是值得的。可以说这辆车分分钟碾压路虎。